这些香蕉大约一共有多少箱？这些嘛是，到目前我们这个香蕉花生是销的一少部分，是一少部分。那么总共一共有多少箱？总共嘛，到目大约到目前为止，就从差不多5月1号到目前，就是整月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滞销已经差不多150万箱，150万箱，150箱。那么这些香蕉总共的价值大约在新台币多少钱？因为现在今年我们卖给日本的这个香蕉嘛，是每箱是2.4块美金，是。那么到目前为止，这150万箱来计算的话，大概是要大约在新台币1.4亿左右的样子，差不多，是不是？是的。那么现在这些香蕉，您准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它？我们就尽量转为内销，转为内销。不过以目前这个情况来讲啊，我们内销市场啊，已经不可能，销毁掉这么多的车辆。这些内销销不掉的呀，我们这个就尽量利用啊，那么来卖给这些农民来喂猪。这种情况啊，从这个中旬以后啊，已经改善很多了，已经改善很多了。所以目前这个船数来讲啊，当然今后我们的损失啊，很可能啊要比这个上半个月来改善的多。但是啊，因为今年呢，这个一方面是碰到我们高平地区的这些香蕉，可以说是单位面积的产量啊，可以说是破纪录的。大丰收来，大丰收。因此嘛，我们这个后面这个香蕉啊来的很多，来源还来源很多，充分，很充分。所以看这个情况啊，以目前这个情况下去啊，那么滞销的情况啊，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解释。想请您分析一下这个滞销现象可以发生的原因，它的这个滞销的这个问题啊，有几个这个原因呐、啊、凑在一起可以发生的。比方说这个船呢、啊、本来是老早啊就已经安排好了这个船期，到了时候啊没有这个有的船呢、啊、是没有按这个船期来，有的嘛就是因为产量的这个关系啊，好像今年产量啊特别多，过去一直啊就是说每年的这个生产统计啊也并不太确实，并不太确实啊，也就是船安排了以后啊，就是说船开来了没有这个货可以载，或者啊载的这个货啊载并不够，不能够啊这个满载出去。去年来啊在国际的这个海运上面的生意啊特别好，所有的这个船呢、啊、都是老早啊都已经给人家订满了，就是没有办法临时啊调很多这个船来。说日本呢就刚刚好4月份呢，每年它都是有很严重的这个罢工，那我们船运到了日本去了以后啊，因为罢工的这个关系，它货卸不了嘛，所以也回不来。那在香蕉的这个船呢、啊、都是我们是国轮优先的，这个采取国轮优先的这个政策了，所以啊好像没有这个让在国际上的这个竞争。那因为没有竞争啊，很多我们在香蕉这个船呢、啊、是很旧，很破旧的这个船，运营的这个船呢、啊、也有很多，因此啊这个船运的效率啊也没有办法提高。这个香蕉生产统计方面呢、啊、能够做的这个很确实，这个出货的这个时期能够把握得到的话，那船体排起来啊也比较能够抽出一点的。同时我们自己的船呢、啊、也应该好好的这个考究放心呢、啊、能够提高我们自己这个船的这个营运效率的话，那问题啊